是啥物，予战地风情的金门造就了多元文化的美食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金门人的早餐竟然是一碗一碗的咸香滋味。我怪讲金门人哦，拢爱食这味。新鲜多汁的蚵仔料理，伫金门竟然有400多年的历史。一小嘴接一小嘴的精致地点，吃起来香，加起来脆，小小一个却包含着百年的技艺。肠仔甲肉交织的美妙口感，柔嫩 Q 弹的即兴美食，面茶甲冰品的组合烧煮，每食一嘴拢是一摆为料理去熟悉金门的机会。哇！请锁定这礼拜的《咱的城》。咱的市，咱台湾的味。